像有一点点。哪里有？有的，有。我死个屁呀、啊！我不还在这儿吗？我操！你把老爹丢在家里，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哦？我每天就是屎啊、尿啊这样啊，关在家里啊，跟在监狱有什么不一样？我那个李忠二昨天晚上要死掉。对对对，是老天还要看你们有没有空。居居，这是过失杀的。又听你放屁了。各位对死亡有没有疑虑？好，一个讲就好，一个讲就好。不死都被你说死了。哇，这谁？不知道。能去河堤晒晒太阳呢，多好啊！前面停一下。我每天都带他来这里散步了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哈！我现在帮李大哥盖里程碑，等我下来哈。老爹，我们出发喽，你也要跟上哦。阿朱，多下力。